第二十题，如果外力以牛顿为单位，距离以公尺为单位，质量以公斤为单位，则共的单位为何？我们知道做功就是力量乘位移，所以我们的力量单位是牛顿，而我们的位移距离的单位是公尺，所以我们共的单位就是这样子，牛顿乘以公尺。所以第二十题问我们说，则共的单位为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牛顿米。